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石墨寒怎么会在这里？白小墨，睁开眼睛。这声音，我不是在做梦。石墨寒，谢谢你来看我。见到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白小墨，你难道还想逃？逃不了的，你直接掐死我吧。白小墨，你想死？不可能，跟沈谦私奔，这辈子都别想。沈谦，这不是好多年前的事儿吗？这不是监狱，啊，这是十年前的我，所以我重生了。对了，今天是我嫁给石墨寒的日子，可我上一世跟沈谦那个人渣私奔了。石墨寒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坦诚相对。坦诚相对，好啊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停手，停手啊！这个人怎么还是这样，一言不合就动手动脚的？白小墨，你敢脱我衣服？